手啊，怨叹命运无理由。人生啊人生，人生啊人生，钱阮较侪，啥人无想？有赚嘛着会晓想，才袂行行看人忧。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幸运就是福无想。两天以来，摕着他们两所讲，捌出现在中港源头，处向一体白玉的，也过黄河源头，金卡珠心上头的，来分袂伊伫伊两个人的病，敢真是会当这样说所讲，遐尼有医疗信号，这也阁是一个问题。古在讲，我到今嘛从来都捌听过讲，有人真是伫迄两个所在发现这两项物件。只有干阿三讲一句话。应该有迄根据才是啊！无唔对，谢人，拄则恁所讲话我拢有听着，所以无论如何安怎样，一定要赶紧去迄个所在行一撮。因为范爷甲白姑娘，伊是好人，我相信天公伯啊，一定会甲斗保庇，斗三工才对。你看，连这小河哦，河水都安尼湍流，更加莫讲啥长江甲黄河啦。啊，我甲无正常吼，其实敢一个空尔啦，啊，身轻如燕啦，啊，根本就无重量，啊，万一哦，伊都，什么鱼，什么鱼啊？雌雄一体白玉虾，金卡珠心双头鲢。好，万一迄项物件啦吼，啊，靠，拢藏在水底。啊！我甲无正常诶，都无能为力啊！因为吼，阮根本就无重量，命都撑伫水底啊！无那安尼吼，就由我甲玉芬啊吼，陪你甲无正常诶斗阵行。啊，有恁吼带阮同行吼，万一若需要落水吼，啊，则由阮来就好。对，这是一个好办法。我甲无正常诶吼，去黄河源头摕无求所需要双头鲢。你甲赵有春呢？去中港源头摕伊有所需要白玉虾。嗯。哎，小雅，你袂用去啊！顶一摆的代志，你煞叫袂记的是？你阿爹还佫甲范爷因阿爹，啊，跋落去溪底啊！啊，你想怎呾咧桥顶安尼，足伤心的，足着急的，就是因为你袂晓受水啊！啊，你即摆若是去中港，啊，需要落水的时阵，啊，万一漏三公两块，要怎才好？对吼，啊，我都毋捌水性。袂晓受罪啊！你是变怎？好，我来去，我会晓受罪。吼，安尼唔好啦，饭阿伯年老身体虚，啊你随时要伫身躯啊照顾，而且恁家南山工课还佫遐尔多，啊赚的嘛爱你，恁来走会去啦。哦，我想着啊，定罪神主啊，阿父求啊神像。就一粒伫顶回去，迄神将水府摕着海滴水神珠啊，啊有诶，啊我着冲啊落水啊。对，无咱即摆就安尼决定，咱等下吼着转去摕无救诶滴水神珠。赵有春诶，伊带无正常诶哦，去家己拢讲会晓了后，咱着开始行动啊。啊，毋过你拢走啊，啊黄爷甲白公少人要照顾。啊，无归去安尼啦，我带因两个人，啊，甲龙儿啊，啊，甲青宝爷吼，暂时来去阮家住，啊嘛，通甲照顾，好不？嗯，无咯，袂用的啦。我看吼，还是麻烦姑娘吼，你走一撮真好个。啊，你请王大人吼，派人吼，甲因暂时接返去住，吼，以免吼，佫受个波动所害。谢大哥，你个口语敢若愈来愈周密啊！真呀，如今你无毒分蝶在身，最好暗时啊，较莫出来乱走嘞。这物哪有法度啦？我日时是见光死啦，啊，只有往暗时哦，啊，出来找一挂竹笋啊，给我预备起来，啊，无明仔载我是要来过日啦。我看啊，是等本姑娘回来，我替你去挖笋啊。
伊去招呼个，真紧就会回来。永丽啊，真娘，紧，咱去离开这个所在，行。是啥物代志啊？阿杜，要去招呼个一路上，拢总有河东河所派来的捕快哦，哎，围攻起来啊，所以伊亲身还佫带一挂人为这个所在搜查起来啊。中医啊，你即马伤痕还袂复原滴个，千万唔通轻易妄动。即马吼，即马上好的办法就是紧离开这，来去开启动小票一下。到时你嘛通好甲我斗三工照顾伊个患爷，甲伊个白姑娘啊。这，好啦好啦，你吼全先带去开启动啦。安尼去，我小等下念伊就到，我留在这哦，甲这个高官好啊，甲教训一下。干嘛呢？这些啦，你放心啦，你袂记啊？我是什么款的身份啊？啊！我保证，死狗吃亏是因，唔是我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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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好，去，龙爷，怎么来？你来去。嗯，好。来去。哼，你一个高官哩啊！稍等下来哦，我大家大宝，你行个破蛋，哼，先疏动一下筋骨嘞，哼。水啦，嗯，是你，啊，你哪在这嘞？这两天哦，这两天到新山去学习仙术，有了也袂歹。来，我点一招你看。大人，行啊，这招厉害无？搁耍嘞，还搁一招，搁较赞。这招叫做青藤洗刀换心肝。我来提出你的歹心肠，好好啊，给你清洗一下。竟然敢用邪术，要来加害本官，那呢，本官就饶你不得。安尼啊，伊是中了河东所下乌灵之毒，我叫一粒这个药丹，这是河东以前好爱，虽然是讲袂当完全解毒，只能讲有那几条记号。哦。哼，河东这个贼皮，伊不但是心机阴荡，而且佫真好用毒，一句着变作为作，实在是令人防不胜防。啊！不过谢必安谢爷甲我讲，讲伊甲河童是共啉一壶酒，啊了后河童无安怎样？是毋是伊事先就吃解药啊咯？应该毋是，因为此毒连河童伊本身完全都无这个解药啊。要若无，咱就直接来找到啊。但是，若是如果我的猜想无毋对者，河童一定是在这个谢爷。甲着范爷的这个酒杯啊，的这个杯口挂上毒药，而非在这个酒中下毒。原来就是安尼哦。但愿谢爷甲朱姑娘出去，会当平安摕到白鹿虾，甲双头鲤，倒转来解救范爷，甲白姑娘。若是无吃，天公伯啊，你都真是无目睭。讲奇怪，真富贵的金爷出去遐尼久，还阁还袂转来，敢会发生意外？
恁若赶紧讲出恁后生的下落，我即时就放恁走。哎呦，大人啊，我都甲你讲过几啊遍啊，我真是唔知影嘛。当阮毕业然后也无交什么朋友啊，啊三不五时啊甲无球啊做伙，啊，还是讲哦，有时去迄个开机档去找。对啊！啊，伊两个人有闲的时阵哦，拢走去开机档找白白姑娘，啊，甲朱姑娘伫遐佚佗。啊，若闲的时间拢带过厦门去做工过啊，安尼就对啦吼。哎呦，啊，你奈拢讲讲出来哒？怎讲啦？讲啥啦？你不是你讲啊？别人那个富桥的，有当时会去开机档，啊，找白朱姑娘甲白姑娘。啊，我就讲。哎呦喂啊！哎呦，我那安尼语言吹吹，拢总讲讲出来啊，是我苦。真好，开机档是不是？在倒位？讲，您唔讲是？我只来镇上，找几个较有名的媒人来小概探听一下，一定有人会知影两位水姑娘到底在倒位。真是伫咧开机档，啊！但是啊，拢来，哦，无代无事，就甲我提醒讲什么开机档啊，害我拢讲出来。是的啦，我唔是跳工。过来，看到你跳工的，我跟你讲哦，迄读个开工的，唔是要好看尔啦，搞什么文字啊？真系啦，变啥物啊？安尼也听无？我受气啊啦！但一声变那个步骤，那真是去予伊看到，迄就害啊嘞！紧想办法啦，看有啥物办法，紧来甲伊通知，较要紧呐。变了通知，人戆关伫内面啊！我干来予你气哦，都气啊，都我来，都我。哎，我怎个嘞？娶路的人哦，也甲伊看四方，耳听八耳，所得的功劳，伊知唔知？好，今仔日来去开机档看卖，看看怎样啦。我要出来的时阵哦，阮家的门袂记你锁啦，我先等下锁锁一下较透洞啦。真吗？你这人哦真害呢哈。代志拢无分轻重呢，只顾是囡仔的代志较要紧，还是恁家的门无锁较要紧？哦，你安尼讲嘛是有理啦吼。代志啦。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。无头就断个怎啊？唔对，安怎？迄家门，迄家门啥都无锁，
哦，家家门无住，哎呦，啊你的心，这一定是有阴谋。哎呦，你甲想看卖，啊对，迄个何冠玲啊，超工无锁，要互咱逃走，啊才煞嘞，才带咱来去开机动。哎呦，太震惊的啦！别抓啦！我讲着啦，将计就计，阿别抓去，手甲摸，摸下的，你这人是真歹。咱抓，哼哼，安尼哪行哪来想，讲话较无通听着，还较方便啦。豆豆阿公，嘿啦，咱也较袂嫌弃哦。卖抓，无我都只惊嫌在些，我烦死了。行到啦！哎呀，行到倒，准到倒啦！啊，咱哪行哪想看有啥物办法头脱倒啊？哦，你脱倒了？哎呦，脱倒！脱倒啊！脱倒！脱倒！啊！有啊！嘘！哎，我来讲，咱那边石头后边哦，我自然都有迄个脱倒的办法，等我教你啊啦。你的石头后边，哈喽，唔好啦，等下要紧啦，行啦，唔系啦，嗯，搞唔掂，唔系啦，唔系啦，行啦，哎呦，啊，好啦，哎呦喂呀！讲什么干那好处比呢？在将在建设，伫这个时阵，在这皇高压，要够这应酬。啊，海螺，照讲，应该真着急，走去开机动才对。那。这无算什么啦，不是我咧操蛋的啦。这金钱脱到地哦，我已经用过了十年了啦。迄较早阮夫人哦，伊还佫在生的时阵啊，我若是讲要去外面啉一个烧酒哦，一定爱用头壳上心步数，才有法度头去啉，你敢知？哎呦，你讲到安尼，我就想到阮小豆干啦，唔是只啦，地个，天堂啦。哎呦，伊嘛甲你搞正头呢，拢用一波吼，安尼头先去啉烧酒啊。啊不过，伫夜车鬼要找伊的时阵，伊也袂晓要用一波来逃走，伊讲甲袂晓白酒。慢伤心啦，多谢。我先困在我家，我若有用洗洗才下哩吼。免啦免啦，啊那一条手骨啊尔，啊无算啥，分你二十二十啦。二十哦？安怎？哎呦，无采人的命。唔好啦，进来去，来去开机动吼，看咱的囝，甲咱的新妇吼。啥个啦？你是什么工厂？你去看咱囝，甲咱新妇，你讲对啊，讲唔对啊？啊？唔是啦，唔是啦，看恁囝，甲阮囝，啊，咱的新妇啦。安尼嘛，该差不多点啦。哎，你什么钱啦？你再跑滚落来，钱啦，啊？怎样啦？赶紧追掉。哦，这查某人哦，哪会生出这软正安尼生到啊？啊，这，无安尼，几啊？
你卡关住，我给你按较紧来，来。哎呦，你要甲我按哦，太衰啦！去用看到，去用加讲话。到底怎么在讲啥话？啊，不，恁心头若烦哦，惊啊，在惊什么啊？尤其是讲到当来，这是风高野怪呢，是什么人看会叫到？来啦，紧来，来啦，紧起来，我按啦，我。哎，唔要紧啦，我今仔当时紧起来，哎呀，死皮啥啦？哎呀，哎呦，来，不讲价，不讲价，死呢！来，哦，我今日要顶到你哦！哎呀，王爷，王爷。你也是坐落来较好，你安尼徛，真正袂调。是啊，我袂要紧。两弟啊，对这第一粒药糖我吃，搁吃两下。也毋过，这是暂时将这个毒来压住你，所以你我知啊。我来看，一路可怜，也想比我较强点。哎，阿妹啦，搞完了。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袂使火炭烤嘞！哎，啊，阮安尼啊，哈，比安尼啊，奈无看有比安呐？啊，迄谢爷吼，已经去重工啊，去重工？是啦，谢爷去这个重工的源头，找这个白玉器，要来救这个碧姑娘。哎呦，哎呦，碧姑娘，碧姑娘，碧姑娘，你，初阳一体白玉器。把做布头做甲来中工才咧掠起啊！家在有如叫啊，这粒定水神珠，啊那无，啊你是人还是鬼？啊你哪会徛在水底咧？不是，我唔是鬼，翻倒转来。即嘛，伫江边等你迄个人，才是鬼。你是讲赵富春的？你哪知啊？我不但知伊的身份，而且我嘛知影是伊带你来长江的。我阁知影，你来长江是要找白玉花，转去救人，对不对？嗯。这并无白玉花。啊？确实，我遐有。真实的。啊！伫倒位？伫我住诶仙宫水府内底。仙宫水府？我想起来，你就是顶回救阮阿爹，啊，甲范阿姆，以及饭姑娘迄个人，对毋对？我咧时啊，对影新庄的时阵哦，我伫水影中有看到你，就是你摸唔到，是我摸唔到，而且上点最新珠拍翻如旧，已经五行是火大拍你的人，嘛是我。哦，啊那呢？你就是依如甲玉芬所讲的迄、那个仙女咯？摸唔到。玉芬。顶届吼，我甲伊如阿你所讲的，就是这仙子摸唔到啦。啊，我这届吼，在黄河水底找找双头鱼的时阵，伊阁拄到这仙子的出现。而且吼，仙子好讲吼，讲黄河水底内底无啥物双头鱼啦，啊，不过伊有哦，所以爱我甲伊做伙过来一届仙宫水底。原来如此，多谢仙子规范相助，
只是唔知白鹤溪甲双头里此时在何处。我电脑要问你，我再三交代白一路，爱你时刻不离身的神飞刀，你到位嘞？放弃啊？是不？原来是仙子你捡去啊！并不是我捡到的，是我去把你找回来，你紧摕回去。多谢仙子。免客气。谢大哥啊，你免阁碰见的呢。以前吼，仙子要再三交代，你卡准若无这条青花带，以后吼，你会掉到自尽咧树篮内底哦。我知啦，伊如都甲我讲过啊。贤主，是讲你哪会对阮的代志遐尼啊了解？敢讲你常常出现在阮的身边？我袂闲，无关心恁的代志，因为谢必安甲范无求以前对我有真大的牵连。以前安怎？是啥物时候的代志？是啥物牵连？原来拢唔知道。好，既然恁要问，我就甲恁讲。反正恁要离开这的时阵，我会消除恁伫仙宫一切记忆。这就是你甲无求前世的代志。恁两人本是中原龙配长工，以及黄河之水的两名水神。你当时身为江溪千军，主掌长江治水；范无求亦身为河江千军，掌管黄河治水。恁两人本是情同手足，不料有一天，煞为着争功，家己主掌的江河才是天下第一，然后大打出手，结果无意中拍破着天水光。天水满天而下，洪水迫害百姓。玉皇天尊因此大怒，本来要将恁拍入铁仙道，使恁永世不得轮回，但是玉帝慈悲，随后念在恁两人往日尽忠职守，打破天水光，阁是无心之过，因此命我以混沌棒打煞着恁伫天界一切记忆，随后将恁打落凡间，投胎为人。希望从此恁会当伫凡间造福百姓，作为弥补当日恁打破天水光所造之福。经过进行，就是安尼。那我，嘛就是恁当年的上司，天后公主何汉恩。啊，卡孙阿姐是真是安尼？啊，谢必安甲范无求，敢真是要转去天界？这，谢必安。谢必安，对你甲无求。是啊，什么代志？当年，如果我若肯替恁向玉帝求情，无定着，玉帝一念慈悲，都袂将恁拍落凡尘。但是，当时玉帝前路未实，我阁顾虑着家己。冒不久之罪，所以我并无替恁求情。这点，就是这几年来我对恁有亏欠的所在。这仙子千万唔通安尼讲，那是我甲无无救的吼，罪有应得啦，还佫会当互阮投胎为人咯。我甲无救啊，已经感恩不尽咯。嘿，对，也是做人较好啦。
你看留咧汉江岛做人偌好个呢，哪能去做啥物神仙呐？哎呦，规工在那一元锤锤，敢那会晓啉咸水，我无聊个呢。啊，唔过哦，哎呀，你讲你唔过啥物话啦？敢讲你真是要转去做水神？哎，我问你，你敢甘离开你阿娘？还佫有，你敢甘离开伊无？这哦，这。所以我讲啊，也是做人较好啊，食鱼食肉袂犯忌，有子有孙会较好，嘛袂去触犯天条啊。搁再讲吼，朱姑娘，谢必安到犯无求，将来是毋是会当倒转来天界，嘛着爱看因将来表现。搁再讲，定毋是因想要转去，就会当转去。我讲。我无救诶！若想要重返天界，是要安怎表现？伫凡间道道行善，作为救苦，而且搁爱判断你甲无救两人友情之间诶一道障碍。障碍？谢必安甲范无救，因两人情同手足，因两人之间诶友情，到底有啥物障碍存在？当年。因伫天后宫的时阵，毋是同款情同手足，后来哪会阁拍起来嘞？我也是心不明白，请公主你明示，到底我甲无求啊中间，这个时阵还有存在什么一道的障碍呢？敢讲，阮后摆还会因此阁拍起来是？真有可能，因为这道障碍实际上显然是无形，但是。有一道有形的障碍，确实伫恁之间存在几啊年啊，而且恁拢毋捌要赶紧将伊拆除。可见你甲无求之间，到今日还未达到有心一动，永远不分你我的地步。强子啊，你安尼愈讲，我愈听无。是啊，强子，到底迄个有形的障碍是啥物话？迄道有形的障碍。只不过是一个代表，代表雄风不肯认输，好胜真强，互不相让的性格。你家己想看卖，应该是啥物咧？悠闲，悠闲的，存在我甲无求啊中间足侪年，真强好胜，互不相让一道障碍。悠闲的。敢讲是？是啥物啊？说你个下凡两家，迄个界界，迄座矮墙。迄座矮墙，就是我说的。你说的？但是，恁两家的父母，拢以为是对方所起的。其实，迄座矮墙，是我伫你甲无救出事到凡间，一直到暗时。我向玉姬前往谢礼的，玉姬，就是玉皇天尊的圣旨。这套玉姬，今嘛搁藏迄道矮墙内底。玉姬的内容是写啥物？在心一意，祈求将来，两心结志，回返天界。那恁讲个？谢必安叫范无求，假使若拆除迄张矮墙，就会当重返天界，是毋是安尼？也毋过，迄道矮墙实际上是代表人与人之间增强厚道之心，岂是遐尼容易就会拆除嘞？我回来马上就甲拆掉。谢大哥，敢讲你甲无求真是要回去天界做神啊？哪里？我甲伊有唔对，孙姑娘，你放心，稍等下我会将恁伫遮一切记的全部消毒。等恁回去了后，什么人嘛袂记今日我甲恁讲的任何代志。自然，迄道矮墙是毋是有拆除迄一日，就爱看必安甲无求因将来是如何了。公主，卡叔讲吼。这道矮墙不是谢必安甲黄无求亲手所拆的，哪一道玉旨还佫有准绳无？
如果是安尼，迄道玉旨就会化作一道彩光，被收回天界，自然永远都无准算了。到上头嘞，赶紧倒转去救治白姑娘甲无救。我带朱姑娘到黄河边，甲无正常血压了后，因随后就会赶倒转去。哦。即阵我爱消毒，你甲我见面时一切记得。咱若是有缘，将来天界再会了。哎呦！一声正经哦，跳咧黄河也洗袂清啊！哎呦，朱姑娘这摆起来啊，唔知会变作这黄土人啊未啦？你别惊啦，伊是仙河宫的公主吼，是你阿弟啦。仙主哦。仙主。你才冲过来，然后沉落去。仙主啊，你袂记输球对无？你紧落去河内底救人，紧来。嗯。宝珠兄，紧带我去福州，去两个宝头因家。仙主嘞？别管你啊，仙主紧来。奇怪，哪有人沉在河底嘞？朱姑娘啊！朱大娘，哎呦，冲啥啦？哎呦，你救下红是要冲啥啦？就是，你赶紧将这 H 拆掉。啊，拆 A？ 啊，为什么要拆掉？金的啦，金拆掉啦。妈，是要冲啥啦？拆掉要冲啥？你等你遐尔济啦，这是紧急的代志啦。紧急嘛？紧的啦，你拆掉啦。啊，正经啊，拆掉。拆。好了，你竟然跟我一个凡间的人知影，你不但触犯了天机，而且你也得要被打入凡间，你安尼做敢有可能？拢怪韩恩一时糊涂，不但害着家己，就连舍别人佮范无求，嘛爱因此受我的牵连，难以重返天界。我实在罪不可赦。好，你爬起来，记在今日，何必当初？不过你今日会做唔到，也是被迄个姑娘来甲你欺骗，这是可以来原谅你。只要你但是下凡间了后，好好来做，我相信玉帝真紧会当下旨，让你搁再倒转来治迄个姑娘。伊并毋是故意要害我。伊只不过是唔知影代志严重安尼，希望莫怪罪伊才好。凡事连环相扣，因果相依。既然伊做唔到，我相信伊应该为伊所做唔到来付出应做的代价。那安尼，伊将来会安怎？将来你自然就会明白。来，可当有个人去接好我来哦，有人爱食的。
人要食班花。啊？班花？班花是啥？哎呀，啊你有搞懂的啦？迄班花哦，就是予人拖入去衙门内底，啊你光脚装，光脚了脚装乌青兼结花，迄流落来乌青呀，叫做班花啦，啊你搞错的啦。乌青，乌青。我看恁两个想要吃班花了。啊？这个所在是官家大门口，恁竟然敢在这拍锣未过伊，哼！我看恁赔得上。不，烦恼呀！啊，其实哦，我嘛是不得已的啦。啊，我哦，都四界去摆摊，啊，拢有人来甲收破位咧。唔只不得已，再来恁这官家大门口口摆摊，安尼哦，唔只无人敢来收破位。是啦。哎，烦恼呀，请你动手啦吼。不要哩，这是家离开，那无吃，我会将恁阿女判入大办。好啦，唔行就行嘛，大公诶，收单啦。哦。小蛋，改尽天下之毒，不还丹。哈哈哈！我看你那是在真大口气啊，哈。无咯，管老爷，阮这不还丹咯。真是人改成天下基督呢？哦，什么款的基督拢会用改成？是啦，哎，什么款的基督拢会用改就对了。那呢？哦，恁来替我改一个道试看卖。这简单嘛，这只不过是乌灵基督，这个道好改。你用鼻就知道这是乌灵之毒。你哦，将这哦当作四季花吃，吃我看卖。哦。免啊怨叹，免忧愁，荣华富贵不免求。是好是歹在人手啊，怨叹命运无理由。人生，钱阮较多，啥人无想？有赚嘛着会晓想，才袂行行看人忧。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